如此无厘头，却又如此富有创意，令人拍案叫绝。为什么？来感受一下。哎的，哎来来来，好玩吗？几笔涂鸦，有了影子的加持，原来可以如此生动有趣。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，这么一结合，真的是产生了化学反应，瞬间有了灵魂，活了。您看那个蹲马桶的大爷像谁？还别说，惟妙惟肖。这是比利时艺术家文森特·巴尔的作品。巴尔原本是一位电影制毒人，有一次写剧本累了，盯着茶杯的影子愣了一会神。然后拿起笔随便涂鸦了几笔，结果和影子一结合，画面别有一番韵味。这一下子点燃他的想象力与激情，从此这哥们一发不可收拾，由此创作了大量的影幅作品。在他的奇思和巧手下，生活中各种小物件的影子和插画的结合都变得妙趣横生，看似无厘头，却又仿佛浑然天成，两者融合在一起是那么的贴切。巴尔是一位善于在生活中捕捉灵感的人，化平凡为神奇。他的创意出乎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，赋予了日常物品诙谐有趣的视觉形象。这种睿智的幽默很有感染力，尤其是在不开心的时候，看他的作品真的是很治愈。说实话，这种开脑洞的视觉游戏，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和艺术的多种可能性。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。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艺术细胞，要有艺术的思维方式。一个充满艺术细胞的人，那么他总能在生活中找到乐趣，用美的方式去经营生活，也能更好的享受生活。反过来，也更有可能激发想象力与创造力。艺术可以说是想象力的源泉。事实上，用艺术的方式悟出来的知识，要比在书本上得到的文本知识高级得多。反观我们的艺术教育是靠边站的，即便是有，也要抢先考级拿分的，带着很强的功利性，从根本上偏移了艺术的本来面目。艺术的本质就是玩，只不过是玩得更有意味、更智慧。艺术不是某些人的专利，也不是所谓的专家嘴中的什么学术。艺术跟知识不能划等号。您设想一下，靠着每天刷题能刷出丰富的想象力来吗？死记硬背培养的更多的都是考试的能力。未来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，那种死磕知识点的学习模式将变得毫无价值。反而最不可能被 AI 取代的是充满了艺术细胞、感性的人。我们读画不仅是要学习艺术，重要的是要享受艺术。要不罗曼·罗兰怎么说？艺术是所有的享受中最迷人的享受呢？我们通过享受艺术，启发我们如何看待生活。并将艺术融入生活，提升生活的品质。往大了说，就是提升生命的质量。我以这样的方式解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，好理解吗？